样，他一心想偷吃我年糕，慌忙打开锅上袋儿，拿起筷子插年糕，插了块年糕他刚要咬，哎呦可不好了，老婆婆串门就回来了，儿媳妇一见就害了怕，哎呀这怎么办呢、啊、哎慌忙把棉袄大襟忘记了，把年糕藏在了肚皮上，哎呦呵，把肚皮烫了一个大了泡，疼得他接着窗户就扔出去，嗖，怎么那么巧，老公公挑水就回来了，啪，这块热年糕正拽在老头的嘴巴子上，把那老头的胡子全给烫掉了。